一语同路人，我们的嘉宾是曾唐瑞明女士。发现到她有胃 cancer， 她跟我的女儿说，我一样都不担心的了，好像你们这样讲咯，将一切交给神咯。医院就是打来给我说，她用了所有的药物都医治不到她。那我就跟神说，我说，但你可不可以给一个印证给我，告诉我听他真的在你的怀抱里面我安心。那神真的很好，他很怜悯我，因为神有他的主权。当我祈祷之后的第二天，他就将这个印证告诉我，只是信耶稣才可以去回天父那里，我们才可以将来可以见面的。诚邀请你收听 Elsa 的生命故事。